哋而家喺度先。等一下，你把这。欢迎到频道，今天我要遇到我的姐姐，然后我就要准备一个手机，走，我们下去。这么这么这么，你要你要，然后用剪刀剪上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要把那个虫。好像我们要把那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等我打马赛克。有吗有吗有吗？我在洗鱼掉东西。好，有吗有吗有吗？拿到这个东西，看它会有什么反应哈。我也很怕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东西绑，绑这样子绑，这样绑起来，这样绑起来，看它会有什么反应。第一次拍二种 ，yes， 看啊，我看啊，会不会吓？会，用我这个相机来拍的反应，所以我还不确定我还要用什么电话拍啊。总之就是现在啊，一下把我的刚刚拍了，我拼了要拍旁边照的那个照片，先去我的地方。OK， 现在我先拿我绳子。好，现在你已经绑好这个。不是买绳子吗？怎么变成 M 一呢？哦，要这样子拿住的，你要绑很多只哦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我们绑好，肩膀。我们绑好再见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绑好了，十七个，现在已经绑好了，哈喽，是啊，还有这些甲虫，这些虫要怎样？不知道，我们就用一只哦 ，OK， 今天我们要取呀 ，OK， 现在我拿照片 ，OK， 我们在后面，现在呢，我们拿。去楼下下他，看他会怎么样？走你那前，走你那前，他怕怕，他怕发现，快收起来先。好了，等下我整完了，不要拖电话。他还发现到我电话没有电，好了，我下面来一直电这个东西。好了，现在我用另外一个电话，影片走。姐要吃东西嘛？你要吃东西呀、啊？哦，你去找东西，我们不知道几时开始。等一下，你再见。好了，我就要把我的相机放在这里，不要给他发现到我的相机。如果给他发现的话，你就要知道了。